做英伦的气息，现在就考验我的能力。准备好你的问题，谁都是潮流冠军，别怀疑，没有人在梦里。你世界我抬起头，瞬间充满了电流，这感觉完全不同。跟着不寻常路走，嘿嘿嘿，看我英伦的节拍，我追追追 T 台的美丽 style， 就等着我摆出这年轻的姿态，干净利落的痛快，嘿嘿嘿，看我英伦的节拍，我追追追追头跳的最顶端，快跟着我摆出像冠军的姿态，没有话题那才奇怪。这世界每个人憧憬的那自由，每都穿梭在人流，每分每秒时刻把握每个节奏，守着相机的倒数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H48 Group 的预备生惠玉轩，这是我第二次参加年度青春盛典了，非常开心。然后这一次我选择的歌曲是《潮流冠军》，选择它的原因呢，是因为我觉得这首歌非常的炸，然后非常的好听，现场开麦的话，我觉得会很不错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然后还有一个呢，是因为这首歌给了我一种就是努力拼搏的感觉，只要我定下了目标，就一定会去想办法努力完成它。然后希望今年我们能一起加油，希望可以在第一阶段看到我的作品。嗯，谢谢大家。青春十载，星光闪耀，2023 SH48 Group 年度青春盛典闪耀开启。我是 SH48 Group 预备生惠玉轩，我的星光是第一阶段看到我的作品名字。8月5日，期待与你共赴青春之约。